格森神高架宗教寄宿學校，火警喺當地清晨大約5:15發生。消防部門喺5:41接報，到場後灌救一個鐘之後將火撲熄。有民眾拍攝大火情況，見到頂斗全層正係焚燒緊。大火救熄之後，房內架床燒成屍架。消委會比較17間銀行嘅按揭利率，以一個500萬元物業按揭60%供款期20年計算，利息開支相差近20萬。消委會又話，部分發展商向買家提供嘅按揭同一般銀行嘅按揭比較，如果供款25年，最終總利息開支可以差距超過500萬。消委會提醒著買家審慎比較各類按揭計劃。另外，消委會測試市面15款兒童滑板車，發現超過半數樣本未能完全符合兒童玩具安全標準，亦有部分樣本驗出可致癌物質 PAHS 嘅含量高於德國要求。消委會表示，滑板車嘅手柄管或者踏板強度不足，喺發生意外時有機會令小童受傷，而含有 PAHS 又有機會令小童患上皮膚敏感或者皮膚炎。一名女子在尖沙咀美容院接受注射后昏迷，涉案的两名女子在九龙城裁判法院提堂，两人被控今个月11日在柯士甸道耀基大厦7楼纯美美容中心无牌行医，其中一人另外再被控违反逗留条件。消息话，58岁被告是事主的妹妹，33岁的被告就持双程证，号称是内地美容师。教育局聽日到各區中小學抽樣點人頭點算學生人數。屯門興德學校校長話，暫時有4至5名冇上學嘅學生失去聯絡。